好啊，谢谢揭晓啊。首先，我也要谢谢大家对香港的支持。在群里看到很多说香港加油，都感到很窝心的啊。我们在香港会加油的。然后我是来自 Litecoin 的 Phoebe，今天早上要跟大家见过面。我想要分享多一些关于 Litecoin，本来我们是做什么的东西。那今天早上说过，我们是一个去中心的基建，用于解决内容付费、溯源还有分发。那其实我们在2017年就是一开始的时候呢，我们做的事情其实是一个叫 Litecoin Button 的东西啊，首先是在 WordPress 上你可以看到有我们的插件，然后后来就发展到在 Medium 还有其他的 Blogging。的平台上也可以用到我们的 Litecoin Button，现在还有跟 Matis 做了一个整合的合作，所以基本上所有在Matis 上的文章，你按赞就是我们的 Litecoin Button。那我们的 Litecoin 呢？Litecoin 计划里面就是有分一般的 Likers，还有一个叫赞赏公民，稍后会有一个短片介绍。那其实，如果你是读者，在普通的一些文章的平台，你看到我们的 button 的时候，你不需要付费，你只要按这个拍手的键，你就可以把你的支持直接发给那个作者。那每一个 like 呢，也会产生一个 Litecoin，那个作者会收到一个 Litecoin。这个是我们在WordPress 上的 plugin 那个page。如果你有兴趣或是有自己的website 的话，网站，你也可以把我们的 Litecoin button 安装在你的 website 里面。那我们现在呢，有大概这里的合作平台吧，这几个是香港的，然后我们也会支持。我们的 Like Button 也可以在 Medium 还有 Blogger 放格子这些平台可以用得到。那我现在呢，想要分享一个小小的短片，那会比较。参与的读者只需每个月。Hello，我是大家常见的赞按钮，我是改良版的赞赏键。根据统计，每分钟我会被点击400万次哦。哦，好棒棒！就是说，创作有很多人喜欢，得到很多赞，那可以拿去买咖啡吗？哎，有赞就够了吧？还想怎么样啊？对，你说到重点了。你的赞是赞好，而我的是赞赏，有赞有赏。除了表达有多喜欢这个作品，还能为创作者带来实际收入。有赞有钱赚，哼，太扯了吧！嘿嘿，让我来教教你吧。先在贴文上安装我这个赞赏键，只要读者来按赞，创作者就能得到奖赏，化赞为赏。透过这个方法，支持创作者可以更简单。哇，那网络上的内容不是应该免费的吗？创意无价，创作有价，完全免费只是被扭曲的现状。我们的长远目标是让创作可以当饭吃，因此我们推出了赞赏公民计划。参与的读者只需每个月付美金5元，也就是一杯咖啡的价钱，这些钱就会自动分配到按赞的作品。支持哪些创作者，回馈给什么作品，100%由参与计划的读者决定。有了赞赏公民计划，大幅降低了读者付费支持的门槛，作品就不会只是收到大拇指，可以赚到应有的回报。你呀，每分钟被点击400万次，事实上创作人一分钱都收不到，浪费了大家的流量啊！什么嘛，哼！网络内容有了获得收入的方法，创作者就更愿意公开自己的作品。赞赏公民这个计划可以促进多元、独立、自由的创作生态，让创作者减少对业配广告的依赖，获得更广阔的创作空间。即使较为另类、小众的创作者或独立记者都可以生存。少喝一杯咖啡，共创一个生态。赞赏公民。Hello。
好，那 这一个就是我们现在在推的一个赞成公民的计划，就是如果你是免费的 Liker， 其实你在看到我们 Litecoin button 时候，你也可以按赞拍手支持我们Litecoin 生态里面的作者。那现在第一部分呢，就是关于我们的 Litecoin APP、你可以，如果你是 iOS 还是 Android 的用户，你也可以在可以下载这个叫 Litecoin 的 APP。 它有什么功能呢？这里有个 QR code， 大家可以去找一下我们。在这以后呢，你会看到这个页面，它是一个钱包还是一个阅读文章的一个 APP。 然后你可以看到在里面我们现在合作平台还有安装的赞按钮的赞赏键的一些文章，也可以直接就在这个 APP 去打赏我们这一些作者。那今天我们在这里呢，其实 还想要介绍一下我们现在在举行的一个叫Likeathon 赞克颂的一个活动。因为呢我们三年多的时间就有不同的社群人的人都提出了他们对于 Litecoin 的一些想法，还有他们想要发展的一些项目。那现在有不同的提案都在这个赞克颂在提出。那我们想要就是有 GNV 的朋友还是技术朋友一起去参加，把一些想法都实现出来。那我现在荧幕上的就是一些社群的用户提出的一些提案，有些想要一个设计想要用 Litecoin 做支付，还有就是可以支持一些NGO 用 Litecoin 有更多的收入等等的。也有是一些简单的，就是说我们现在的 Litecoin 是不同的颜色，那他们想要变成粉红色等等的，都可以做一些开发，让 Litecoin Button 还是 Litecoin 其他的应用在不同的场景可以用得到。然后如果有兴趣的朋友，其实可以去我们赞克颂的一些资源，就是在 GitHub 上面还有在我们的 Slack channel， 其实也是一直在跟大家在讨论这一个。那我们希望有大家的参与，可以动起手来把一些想法实现出来，让我们Litecoin 可以拓展更多的任用场景，然后加入我们现在的这个生态。对，那我的分享差不多都这里了。